这家甘蔗挺好啊，感觉挺不错，正好买一点给员工当福利发一发吧。老板，怎么卖啊甘蔗？哎，老板人呢？有人吗？那些最接近的天晴街都说爱你超市的四月要甘蔗是吧？要几个啊？来二十个吧。你咋下来了？不让你在车里休息吗？兄弟，我来就行。他要二十个呢，有点多，我们一起行，老板，你看这个什么？这个很甜的。行，你弄这个，我这边还可以。这个好。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甘蔗老甜了，真的。二十根那么多，你有没有开车吗？啊，我开了。那要不你们先去车里坐会儿，我等一下给你剃好了送过来。好。哎，好嘞。来了。老板，甘蔗给你削好了。哦。哪个车？我帮你放车里、啊。哦，这个，我开下车。老板，你这车挺贵吧？还好，公司的车。哦。对了，那个，你的摊？哦，我家里的摊。你们俩认识？认识，他是我客户，我今天给我买了两个。哦，那应该是个大老板了。哦，你好。嗯，那老哥，能不能帮我个忙了？啊，咋了？你说。就是过两天我要结婚了，能不能用你这个车做一下婚车？你要结婚了？啊，对。就这两天。行，实习我就不去了，我有事。哦，这样，文文，你给哥留个联系方式，如果说到时候他提前通知我们到时候。我们到时候把车送过来。哎，好，你给他留个联系方式。真的，太感谢了。谢谢。还有两个没下完，我先过去消耗。好。等一下，那个许文，你先上车，等我一下。你摆摊了？是啊，我白天上班，下班就去摆摊。好，那确实挺辛苦。那确实，没办法，我父母年纪比较大了，家里面还有弟弟妹妹要上学，我只能出来挣钱。那刚刚那个是，哎，那辛苦快乐，你辛苦。刚那个是我哥，他过两天跟我嫂子结婚，不是我。你哥？这样啊。我就说你们怎么有夫妻啊？不，那个，对，什么兄妹相嘛？这样啊？那这样吧，如果说你们接下来摊子如果说卖不完，你就往我公司送，就在隔壁，然后我都要了。真的。那太好了呀！我去跟他说。时光穿不断，流转在从前。